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遇见神州的主播，我叫高维公主梨花儿。梨花儿身高164，体重47公斤，平常最喜欢吃美食，到处玩，追剧，还有毛小孩。我自己还养了一只浣熊跟柴犬哦。那我本身最喜欢幽默贴心的男生，快来跟梨花一起玩遇见神州，一起遇见对的人吧。